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桃子，欢迎来看我的异想天开挑战。自从五星离婚搬出来住之后，生活越来越幸福啦，孩子在健康的成长，狗狗们又重新获得了陪伴与爱。哎，说到爱，不知道五星什么时候能和小马同学相爱呢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五星和小马在外面吃完饭刚回家，明天的演出准备工作也都做完了，那我们洗个澡睡觉吧。早点休息，艾希已经睡下了。刚才我发现艾希的兜里有一个祖父母给的糖，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祖父母是从哪儿得到他们的？是在什么地方大量购买的吗？也许有些谜团最好还是不要解开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艾希别睡了，起床，尝尝老爷给买的糖，好吃吗？老爷进来干嘛啦？问问，你睡得好好的，怎么起来啦？把你烧光我，我要吃糖。怎么样？祖父母给予的糖果还是最甜的那种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手里总是有糖可发，吃完了就不困了。也是，小孩子好像糖吃的太多，确实会比较兴奋啊。现在他想让他的姥爷给他念一本书。五星已经睡下了，那你也去睡觉吧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睡了，晚安吧。醒一醒吧，五星。今天早上9点我们有演出，早点起来准备准备，先给几个小狗的食儿给它填上。艾希今天过生日吧，爸，我今天去那儿，我尽量快一点演出，然后晚上回来咱们去给艾希过生日吧。我饭还没吃完呢，又该去上班了。爸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我爸爸怎么感觉好像要去找老太太聊天呢？走吧走吧，五星，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肯定没问题。哼，我爸以为我看不到这小气泡。走吧走吧。今天我演的好像是女牛仔的故事。哎，演出之前我有一个事要办一下。哎，这个润子呢来了吧？听说你谈恋爱了，那我们太田秀树怎么办呀？哎，秀树啊，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？还有雅丽安老师，哎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么长时间没来演出了吗？大家都把我给忘了。他们俩在这干嘛呢？摊牌。要说什么？素素，你们俩可别吵起来呀！你二人，秀树已经知道了，感觉气氛有一丝尴尬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秀树你好，素，跟他讨论一下世界和平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比恋爱好100倍的事儿呢，是吧？你这一阵子过得挺好的吧？你和润子也挺好的吧？我尚未有幸与润子见面，完了，他俩都形同陌路了。那看来润子是先和秀树分了手，然后再去和其他人约的婚啊？那我就不管你们了啊，我先去打点妆发了啊，你们慢慢聊，慢慢聊。吴星想起了自己的单身生活方式，无牵无挂，没有什么比得上美美睡了一大觉之后独自一人的香甜气味。吴星太喜欢一个人醒来了，是吗？小马同学在那边好像不是很认可呢。我还说要早点完事回家给艾希过生日呢，来这半天啥也没干，净搁这八卦了。快练好了。今天导演不就是戴志吗？大家怎么都不认识我了？他俩这不是认识吗？聊得挺好的。戴志，哎，这不八卦不行啊。这你对咱们制片人润子印象怎么样呀？我尚未有荣幸与润子见面，哼，你们是怕我知道啥吧？不好意思吧？那我也不知道，润子在那边和秀树聊得可好了呢。我准备好演出了，赶紧工作吧你。我给大家唱一首歌，歌曲的名字叫做《三人行》啊，都出来了。我开始演戏，他也出来工作了，让我们欣赏一下五星嘹亮的歌喉。挺好听的呀。
五星，你什么时候唱歌这么好听的呀？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生派对，庆祝艾希的生日吧。艾希，你别急，妈妈知道。我马上就演完我就回去。该上锁了，来吧。今天谁给我搭戏我都不知道，自己搁那演上了。思思也不认识。哎，你搁哪儿锁的呀？这不应该是监狱里面吗？哦，你还得先出去。嗨，快走。哎，好了，演完了。导演，今天我演的还行，我获得了2点小名气，好像还有4000多块钱，并且获得了晋升。我现在是职业的8级。好。我哪是获得了一点点名气啊，我这是一星名人了。哎，好可怜。杏子好像都已经快5星了吧。我才1星。好了，不跟你们扯了，我要赶紧回家给我姑娘过生日去了。拜拜。艾希呢？妈妈回来了。你状态怎么样？还行，挺好。你先去补会儿觉，妈妈收拾收拾，这就带你出门过生日去。爸呀，你跟我一起给艾希做个生日蛋糕吧，我们来个抹茶蛋糕。喂，我听说你跟林子成为朋友了，他真的很酷。你认识咋的？来吧，咱俩快点做。我先把艾希的生日活动给规划了。寿星模拟市民小艾希，客人马尔科姆、汉斯、杰布，润子也来吧，戴智也来吧，修树你也来吧，威廉姆、托密。对了，托密和杰布的女儿朵拉也长成青少年了，给她也邀请上吧。奶果、熊中、熊小瑞恩，差不多了。现在是4点，那我们6点开始。OK， 爸，你先别吃那饺子了，一会儿我们上公园吃蛋糕了。好了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爸，你别吃了。好了，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之前我看到一个地方啊，就在这儿呢。我们就把蛋糕放这儿就行，大家来呀，都。克拉克·汉斯，谁让你拿蛋糕的？你老糊涂了吧？这蛋糕还能吹吗？不是吧，爸呀，您不是吧？我说你点啥好呢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托米和杰布的女儿，是不是还挺可爱的？行吧，那大家谁饿了就都。是，也不用我说了，怎么一人吃一份蛋糕啊？大家这么饿的吗？那小艾希干嘛呢？在这自己玩啊？你去，打你老爷，打他！谁让你吃我蛋糕的？我那，你们看我这蛋糕怎么就剩下蜡烛了？你们全造了啊！你们这些大人，礼貌吗？把我一小孩蛋糕全吃了，就给我剩这几根蜡烛有啥用啊？威廉姆好像在帮我做蛋糕。啊，好懂事。好了，哎，谢谢你，威廉姆。有了你的帮助，我蛋糕做得非常的快呀。天都黑了，我蛋糕还没吹呢。呀，不行，我不能先拿出来，他们又给我吃了。还笑呢，艾希啊，艾希。好啦，过生日吧，来吧，小爱心，好可爱，生日快乐，爱心！终于把这蜡烛吹灭了，现在大家可以吃蛋糕了啊！我们来给他选一个比较新的报复吧，多才多艺。我先给他随机一个性格。因为挑战到5星这里就结束了，所以对于艾希来说，他是没有任何性格限制的，我们就随机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哦，是个动物爱好者，那以后可以去乡村里生活呀。那我们就选创意天才吧。生日快乐，小艾希。等会儿我给他打扮一下吧。我给艾希打扮好了。这么看的话，长得还是非常像的爸爸的，不过还是挺好看的。自己家孩子嘛，怎么看都好看，对吧？大家一起尝一尝吧。哎，我没付账单吗？润子，你不是不认识秀树吗？怎么坐着跟秀树聊得这么开心呢？艾希，来张自拍吧。这张挺好玩的。小马好像生病了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庆生派对完成了，小马怎么没走呀？生日派对也结束了，那我领着小马去酒吧玩一会儿吧。杰布和托米，你俩也来呗。
小孩的派对完事了，咱们大人再来一场啊。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来，托米和杰布正在睡觉。好吧好吧，来了新地段，我们先合个影吧。这哎，怎么直接亲上了？哎，好好来一张。哎，这张行，这张，哎，这张还行。那个，我先去上趟厕所，有点憋不住了。你先玩着啊。你也进来呀，马尔科姆。门口傻站着干嘛呢？啊，进来了。嘿嘿，想喝啥呀？我请你喝杯酒吧。咱们今天晚上来个最贵。小马刚才没吃蛋糕吗？有点饿了，拿了个薯片吃。不是，怎么我上那儿？哎，他肚子没了。这杏子孩子都生完了。哎，瞧瞧他这目中无人的样子吧。啊，上次你忘了去世一把的事了？闭个眼睛，你小心再拽一跤。哎，再给自己拽去世喽。你怎么那么能嘚瑟呢？哎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小马呀，小马，你怎么也上那儿嘚瑟去了？我请你喝杯酒呀，咱离那烦人的人远一点。你喜欢喝什么？四号爱情药水，喝了我们就精神了。你俩真行。不对，他在这儿呢，是不是？小马，你快点来，赶紧过来。哎，小马呢？嗯，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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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，快来，有能你别走啊，比达西泽，来了吗？牵手。哎，他看着我了，快点的，小马，咱俩搁这牵，他能看着吗？完了，他看不见呢，瞅你的大鼻孔吧，当初五星怎么看上的你呢？哎哎哎，真能嘚瑟，咱俩上这儿了，和某人一起跳慢舞，快去快去，嘿嘿，哎，他看见了，哎，他看见了，不乐意了，以后我就让小马打你一顿，你等着。亲吻双手，还能干什么？拥抱，又获得耳语。讲个小笑话吧。哎，别走呀，马尔科姆。你干什么呀，浅田杏子？你有病吧？不是你要疯啊？你不行走，马尔科姆，他骂我你管不管？你俩谁也不行走，你搁这给我站着，你等着。哎，天都亮了，外面天都亮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他去泼他水了，正好。你也不许走啊！我这还想骂他来着，我电视呢。你不行走，你给我站那。打架可以增加名气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看我能不能给我自己打出一个五星来。我感觉杏子怀孕了，我可能打不了他。哎，打！有没有狗仔队啊？过来给我们拍个照片。哎，小伙伴们，来一个五奖竞猜，你们觉得五星能赢吗？觉得五星能赢的请扣一，觉得比达西泽能输的请扣二。哎，五星赢了，再来吧，再来吧。别他妈跟我说话，喜欢低俗幽默，去你大爷的！打架，我刚才跟他打了一架，也没长多少名气呀。打打打打打，你不用走，你给我站着，站着看我打你老公，打死你！马尔科姆给我加油，嘿嘿，赢了。哎，你俩走吧，你俩走吧。哼，我打高兴了，我要初吻。嘿嘿，清晨，哎，在湖边打架，打了两场架，赢了之后，哎，亲嘴。嘿嘿，哎，开心，开心呢。这狗仔队怎么来晚了？刚才我在门口啊，对不起，他下班了，脑袋上那个纸撑的名儿不见了，对不起，误会你了，大哥。啊，行，今天出来玩挺开心的，那我回家啦。马尔科姆说，没事，我送你回家吧，你自己一人回家我也不放心呢。走走走，我送你。好了，小马，我到家了，你放心吧，我爸也在这儿呢，挺好的。我去睡觉了啊。小马说，行，你睡觉去吧，我在你这上个厕所，我也回家了。爱心想和小马叔叔成为好朋友。那你也先去睡觉吧，上你自己床上睡。小马应该走了吧，下楼了。笑啥呢，好开心啊，我今天和五星初吻了。你俩在这儿大眼瞪小眼干啥呢？我穿的还挺……他怎么又上来了？哎，五星怎么醒了呀？是我家哪条小淘气包给他叫醒了吗？其实
怎么了西施？我给你刷刷毛吧。哎，小马你没走啊？我爸说你陪我看一会儿烹饪比赛吧。啊，你刚才看那个运动节目有啥意思呀？来跟我学学做饭，以后你要跟我姑娘在一起了，那家里的饭都得你做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能接这个这种特别厉害的戏了，超异能队长奥林匹斯登陆啊，就要这个七级的健身技能哇！好，让他俩搁那看吧，我再去睡一会儿，你们别吵了啊，搁这消停玩。我姑娘最喜欢吃蛋糕了，啊，学着点精髓没呀？啊，学着了，叔叔，啊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照顾好五仙的。啊，其实叔叔你误会了，五仙还没答应做我女朋友呢。是吗，小伙子？那就不行啊。我姑娘喜欢啊唱歌、听音乐，没事你领她出去玩玩，我看你挺好的。啊，全部把这些知识吸收到脑子里，你放心吧，叔叔。叔叔，我听五星说你最喜欢吃蔬菜饺子了，我尝尝。回家我学学怎么做的，下次我做给你吃啊。小马你行哦，你吃完的盘子还得我爸给你刷，你没啥事回家吧，你不困吗？跟我熬了一宿啊，现在真的得走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声控游戏吗？怎么刚说完他就要回家了？爸你不睡会儿啊？睡得差不多了，起来上个厕所吧。母星其实一觉睡醒有点后悔今天早上太冲动了，怎么就和马尔科姆出吻了呢？我家这盘饺子上回我煮了几袋啊，怎么还没吃完呢？明天中午12点就要试镜了，那我健身等级是6级，那我出去练会儿。艾希你搁家好好写作业，听姥爷的话啊。爸我去健身房了啊。来啦，好开心啊。哎，我来这儿是不是可以举办粉丝见面会呀？哎，我记得粉丝见面会是在这里啊，怎么没有呢？哼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到三星呢，我举办啥粉丝见面会呀？小马儿，你不嫌累挺啊？你是搁哪儿又听着信儿了？听着五星要来健身房，你也跟着过来了，还光着膀子来的。但是五星现在想冷静冷静，因为他突然有点后悔早上和小马出吻了，感觉有点冲动。要不我们来啊做会儿瑜伽吧？老师，我想上会儿瑜伽。小马来跑步了，艾希你在家没什么事儿吧？你也来跟妈妈一起锻炼呐，把你姥爷也喊来，他自己在家多没意思呀。我发现我们高中宿舍这几个同学感情都可好了，要出来玩的话都是两口子行动。姥爷来没来呀？我不是让你给姥爷打电话吗？为什么西德尼和马尔科姆跑步的姿势不太一样了？哎呀，小心一点，一个是挺直腰板跑的，还有一个跑的邋里邋遢的。上完瑜伽课了，老师教的不错啊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我姥爷真能敷衍我，答应我2回说来都没来，不来就不来吧，来这练会儿拳击，下次要是让我看着比达西泽，我再揍他3回。小马在下面思考，刚才五星看没看到我来呀？来了之后怎么不和我打招呼呢？怎么回事呢？要不我先回家。朋友们，我看到小马前妻了，在这儿呢啊，从国外回来的。维欧呢？好像是叫这个名吧。小马走了啊，撤了。小马你不是回家了吗？你又来这晃啥呢？小马心想，不行，我得让五星看着我来了，我来陪他来了。哎，我从他眼前路过，这回他不能不和我说话了吧？我就站在你前面跑步，我看你心不心动。见证一场霸凌，有些孩子在学校对我的朋友很过分，我想帮忙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你的朋友挺身而出，咋的？哎，好，管他呢。艾希是不是时间有点晚了？要不你先上楼吧，我在这再练一会儿，去吧，你回家吧。哎呀，五星这健身技能能不能练到7级啊？今天晚上加个速，我看小马能在这跑到几点。哎，我怎么不练了呢？接着来呀。兔蜜怀上了杰布的孩子啊，恭喜你们家迎来了3胎。小马去冥想去了。哎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五星为什么看着我之后不跟我说话呢？难道他忘了今天早上我们还在河边亲嘴儿来着？怎么回事呢？想不开，想不明白，想的心里好伤心。我还是先回家吧，一会儿又得上班了。
咱们再坚持坚持，马上就可以了。马尔科姆又来了，这回回家把衣服套上了。哎，马尔科姆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马尔科姆，这么晚了，你不是上班？你来要跟我说什么吗？啊，声称自己是犯罪首脑，行了，我行。假货搞了吧？马尔科姆说，净跟我整这没有用的。你到底啥意思，陶虎星？咱俩早上亲嘴了，你记得不？我现在在操控马尔科姆了，我觉得以他的性格啊，也许会想直截了当一些。他已经认识五星那么长时间了，而且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他，所以他现在要来直接和五星表达一下他的感觉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，陶五星？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亲我呢？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女朋友？你就跟我直说吧。行吗？哦，五星刚刚成为马尔科姆的女朋友了，再次承诺，这不是马尔科姆的第一段正式恋情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对新的承诺感到希望和兴奋。啊，宣誓永恒的爱，我送给您一个礼物吧。上次我去比达西泽家拿来的，你肯定会喜欢。啊，这个礼物是什么呢？就是浅田杏子的墓碑。马尔科姆虽然被五星的恶作剧捉弄了，但他完全能理解其中的乐趣所在。只要恶作剧足够好，哪怕是被捉弄的一方都能感受到心情愉悦的奇效。这有可能说明马尔科姆喜欢恶作剧吗？啊，是啊，他是喜欢五星的恶作剧。给你吧，浅田杏子的墓碑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嗯，五星很满意。哎，我就喜欢这种礼物。五星，你今天是不是还得去试镜呀？那你，我给你送回家。那我先回家了，你到家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要当着高中同学的面再亲一下五星再走。看好了，姐夫。死。五星说，你快走吧，拜拜拜拜。行了，五星，看你回家我就放心了，我走了啊。拜拜。外面下好大的雨啊。啊，五星这状态饭就不吃了，赶紧睡觉吧。嗨，五星，是我马尔科姆，你想出去约会吗？你是看我困了要请我喝咖啡吗？你不是早上刚给我送回家吗？不去了，我今天试完镜回来去你家找你玩吧。五星去试镜了，加油。试镜已通过，五星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，你即将成为下一个超能一队长。好，正好艾希也回来了，走吧，妈妈领你出去玩啊，上一趟马尔科姆叔叔家，领你找小哥哥玩去，怎么样？小马，我来了。艾希，你去找威廉姆小哥哥吧，他在哪儿呢？啊，人家在地上，人家家里有游泳池啊。那你也去玩一会儿吧，我和你小马叔叔聊会儿天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喽。我是桃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